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存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存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07页，从第一行看起。七花光明，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耀然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光色无量。莲花本体即是光明，故曰七花光明。我们这个世界，莲花是属于草本的啊，还不是木本的，草本的。极乐世界的莲花，它的本体是光明啊，这个光明从哪里来的？从自信来的。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第一个就是讲智慧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光明是我们自信的般若光明，是本有的啊。阿弥陀佛就用这个做极乐世界保持莲花的本体。难怪人坐在这个莲花里面，自自然然就转八识成四智了。啊，转，我们现前物质的心变成法性身。居住的环境全都变成法性土，啊，身土还用我们这里名称，实质上的体完全变了，
完全是法性光明所变出来的。那法性就是常寂光，就是真如自性。本经里面讲的三种真实：真实之际、真实智慧、真实利益。全是法性，又莲花色类无量。这一句很重要，绝不是指四种，四种是讲原色，这四种颜色交配，无量无边的光色。青色的、白色的、玄是黑色的、黄色的、朱是红色的、紫色的，六俱此六为列，一色无量。实际上是无量色，说不尽啊。青色的莲花呢，放青色光。白色莲花呢，放白色光。黑色的、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紫色的，以过放其本色之光，故云光色也然。告诉我们，七宝池里面有莲花，莲花周满世界。极乐世界宝池的水到处都是的，里面全是各种不同颜色、不同光彩的莲花，所以说莲花世界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代表清净平等觉。我们这个经的经题后半的五个字，我们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清净平等觉。这个总纲啊，一定要抓住。我们的清净心。就证与阿罗汉同样的果，得平等心，就跟化身菩萨证同样的果，觉心清净得少分觉，心平等得多分觉，一直到圆满觉。如果我们修行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法门无量，不仅是佛说的一切法门，包括世出世间所有圣贤所说的一切法门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呢？立自性无有一法可得，一切法，世间一切法的本体还是自性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佛说他做阿赖耶，阿赖耶也是自性变出来的，离开自性哪有阿赖耶？自性是真心。阿赖也是妄心，妄依真而现，没有真哪来的妄？所以真妄不二。
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有大好处、大利益。啊，什么好处、什么利益了？真诚心升起来了，我们不分别。恭敬心升起来了，我们没有执着。啊，对宇宙之间一切法，清净平等，用这个心来对待。啊，用真诚，用恭敬，无往而不利呀。这是世出世间学问的大根大本。啊，世间东西，包括科学、哲学，没有成见，也能得到一些。啊，出世间这些学问，没有成见是得不到的。印光大师讲得好，一分成见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成见得十分利益，没有成见得不到。啊，佛菩萨来跟你说，你也得不到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的知道的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佛菩萨这些智慧的能，包括这些经典文字，是从真心流出来的。我们用真心，我们用诚敬，诚敬就是真心，真诚到基础，恭敬到基础，与经典里的文字就相应。啊，于是自自然然就明了经论里面的意思。啊，不比别人说，自然就通达。诚心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对佛经如是，对其他宗教经典亦如是。我们能看出宗教经典里的真实意义。是一不是二。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看我们用的是什么心呢？我们用的心跟佛心一样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一切宗教经都变成佛经了，怎么变？境随心转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我们佛教经典，基督教人来看的时候，顶多看跟圣经一样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是基督心看的，我们是佛心看的。佛心看的全变成佛的，基督心看的全变成基督的。这就叫境随心转，随谁的心？随我们自己的心。啊，我们自己从今而后的时候要懂得用佛心。啊，佛心的真心。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佛心。就是真心。啊，那么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禅定。是自信本定。啊，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
要知道全是假象，我们今天的身心是假象，全都要知道啊。啊，假象有用处啊，岂不闻古大者常常教我们借假修真呢、啊、所以假象有用处，假象里头第一功德第一大用处就是借假修真。那、啊、我们借这个假象，借身体假象，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假象，回归自性，回归常寂光，这就对了，完全对了。那么你要问我从哪里下手？从格物致知下手。啊，格物致知是什么呢？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放下。格物是放下，致知是看破。通的呀、啊！啊，看破是明了啊，真相啊！怎么明了真相？你都看破，都放下，不放下看不破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看破了。才知道什么？万法一如。无有一法不是自性。那、啊、宗门大德，我们在五灯会院看过，锦的传灯录里面看到过。啊，禅宗的大师。看因学人啊，也就考试，你是不是真见性？啊，叫你举一物来。你说过我听听，啊，这些学人几乎是随便念有，什么样心态？没有起心动念、妄想执着，随念有。老和尚给他印证。他明心见性了，那我们随便念一无怎么不行？我们里头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个不行。如果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我们随念一无，老和尚也会点头，啊，要给我们验证。关键秘诀就在此地。啊，实际上说穿了，很平常啊。然后跟你说，平常心是道啊，平常心就真心。你看，平是平等，常是永远不变。那、啊、你的平等心永远不变，那真心呢、啊？真心就是佛心，真心就是佛心。真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真念到了啊！所谓是一经作气，气气皆经。啊，我教你，你拿一，你把黄金拿来给我看看。
那个懂得的人呢，随便哪一个啊，那对，没错。不会的人呢，没有看到环境。啊，经师黄金的这些首饰，展览馆里面放了有几万件做的首饰，每个样子不一样。啊，老和尚说，你把黄金拿来我看看。他到那个展览室里去看，几万件都看过了，回来跟老和尚说没有黄金。他没看到黄金，他看到首饰，那就什么着相了。他不知道每一件都是黄金啊。那会的人说随便拿一件，好，点头，没错。不会的时候找不到。啊，明心见性，心在哪里？无处不是啊！啊，这个道理要懂，然后才晓得极乐世界无比的微妙，我们对它升起信心，不怀疑。啊，他有理论依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再看下一段，妙宝应是佛有无量妙宝，百千摩尼。应是真其明耀日月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第四小段，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。庄严莲花了，这雪这莲花多美啊！已经足够美妙了，还要加上无量的妙宝摩尼。来装饰，珠宝皆是珍奇，奇珍，其是奇特，稀有。啊，古云珍奇，此珠妙宝放无量光。光聚众色，色复生光，互应互实，故云应是。明朝日月，它的光明超过日月之明，故云明耀日月。如观经所说的，夜夜夜见，这是讲述宝树，宝树树叶之间，有百亿摩尼诸王以为应是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宝树太多了，也是无量。无边际，
到处都是啊。啊，夜夜摩尼放千光明，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光明里头，随着众生，这个众生是菩萨，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随着他们念头产生变化。啊，它不是呆板的，它不是固定的，千变万化。美不胜收啊。那么再看下面第五，莲花大小。啊，这段经文通通都是说的莲花。因为莲花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，我们往生啊，是生到极乐世界的处所，就莲花中。莲花如是的美好，生生呢可想而知。啊，这是我们深处啊，比莲花亮。啊，量是大小，和半有限，和一二三四有限，乃至百千有限，大小不定。一个有限，印度的大有限八十里，和中国八十里。中游行六十里，小游行四十里，啊，这大中小三种游行是哪一种也不定，啊，那么住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莲花大小，随自己的意思，自己没有意思。没意思，随你念佛功德大小，你念得勤，你念得多，花就大。啊，懈怠懒散，念得少，花就小。这是一个说法。能讲得通。那另外一个说法，你用的心，心越清净，花就大。念佛的心还有染杂，还有夹杂，那花就小，这也讲得通。啊，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爱好不一样。就像我们世间人一样，有人喜欢住房高大的房子，有人喜欢住小茅棚。个人爱好不一样。啊，还有人爱竹子，他的房子完全用竹子造的。啊，竹子造的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是很优雅。啊，不一样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住大房子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，我看到很多同学有钱就买大房子，我看到很感叹，我问他。我说，是你住房子，还是房子住你呀？他听不懂。啊，问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房子有个主人呢，你是房子的主人，
还是房子是你的主人？主人不动潇洒了，佣人要伺候他了。如果你房子太大了，你每天伺候他，你变成房子的奴隶。房子是主人啊。啊，在外国请工人请不起，外国的工人工资是论小时算的，我今天给你做几个小时拿多少钱啊？所以人家不肯啊，不肯怎么办？自己动手啊，一个星期清洁环境至少要一天的时间啊，美国一个星期放两天假啊，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不上班，总要用一天的时间来打扫院子大啊，草要割，很麻烦啊，啊他哪有时间啊？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环境，房子越小越好。我说整理起来容易啊，我每天只花一个小时就搞得很干净了。啊，所以我住在圣赫西，住在库布汀诺，那个是美国居住环境最好的地方。啊，我买个小房子，一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啊，一个小阁楼。两层，下面一层是停车的车库，很小啊，一个小时就搞得干干净净啊，很舒适啊。我的外面种的是竹子，啊，实际上在那住的时间不久，啊，以后离开美国，我把他送给乌道瓦斯，乌道瓦斯也没办法再久住，以后卖了，啊，是小整理方便，啊，大是好像有气派，很，除非你家很有钱。啊，你有专门人给你照顾。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如是，极乐世界也如是。啊，尤其极乐世界的人，房子大小如意，想大他就大，想小他就小，不需要人整理。啊，他一尘不染。这极乐世界好啊！啊，那我们想一个人住很大的房子，好多房间也没意思。一个人住一房一厅多舒服啊！啊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睡眠，用不着卧室，一厅就够了。这个房子里头什么也没有，干干净净。啊，客人来了，啊，座椅就排好了，是从心想生嘛。客人去了的时候，这座椅不要了，家具不要了，就没有了，这个多自在啊！所以，莲花大小啊，随意。第六段，宝莲放光，夜夜花中处，三十六百千亿光。啊，这一句是讲莲花妙光，夜夜花中处三十六百千亿光，百千亿者，是以数量表无量也。
啊，实际上是无量。啊，那么言三十六者，未见前人注释。啊，古人对这个没有注明。寓意，这个寓就是黄念祖老居士谦虚。啊，他的意思意为极乐世土各有九品，古人三十六。指各种品数也，哎，总有讲就好啊！啊，这他想出来的。极乐世界九品往生，啊，四土四九三十六，他用这个来解释故因三十六，知各种品数也。夜夜品有百千亿年，啊，以百千亿表以其大之数，数量太大了。这个数从哪里来的？从每一时。我们不要说每一天，从遍法界虚空界，设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数，啊，十方世界的人念佛功夫成就了，都向着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有多大呢？其大无外，所以再多的人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拥挤的现象。为什么？法性土它是无量的啊，极乐世界样样无量，不仅仅是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国土无量，往生的人无量啊，莲花无量，宝树无量，样样都是无量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为什么？它是法性，法性没有成量的啊，阿赖耶有量，就是它有边际啊，自信是无量的，我们从有量的阿赖耶往生到无量性德变现的极乐世界，这些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，我们求生净土这个心啊不坚固啊，这个花花世界一诱惑就变了，就不想去了。哎，这里不错，我在那好好享受，等我临终的时候再念佛往生，到临终的时候忘掉了啊，我别的障缘障碍你了，你去不了了啊，真正想去的人要用真诚心，不能用妄心。啊，起心动念方便执，方
这个分别执着的全是妄想。啊，所以要练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如何练的？我用真心，我不用妄想。我念念跟西方极乐世界都相应。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念了这个解释，有它的道理。啊，夜夜莲光如其色，故有36,000一光。啊，一朵莲花，摄尽一切莲花，故云夜夜花中啊，出36,000一光。但36品，任知大略之数。实在呢，实在是5,000品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。啊，故可云，夜夜莲出5,000光也。啊，极乐世界夜夜法皆是5,000的。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有量的，没有，找不到。啊，都是5,000。啊，因为它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能变的自性5,000，自性所变的万法一也皆5,000。啊，我们知道极乐世界5,000，同样一个道理，一切诸佛刹土、十宝庄严土皆是5,000。下面更二为我们介绍佛光啊，这有4段。夜夜光中出36,000亿佛，光中化佛。啊，注解里头说，又名莲光中佛，啊，此也有是。啊，这是第一段。光中佛数，啊，光中啊有多少尊佛？啊，一夜光中有36,000亿佛。夜夜光中除36,000亿佛，这么多佛出现，下面的第二章身相殊特，身色紫金相好殊特，这两句说明佛像。啊，注解里面说佛像身色紫净，相好殊特。啊，紫净，紫目真净色身。相好呢？观经云，无量寿佛有84,000相，夜夜相呢各有84,000随性好，故云殊特。啊，不是32相80种好。啊，32相80种好是古印度人世俗里面所称赞的相好，啊，
那是大人相、富贵相，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合，啊，极乐世界相好啊，是此方人天都无法想象的，啊，相好光明。下面第三，化佛放光，夜夜祝福。经文是接着前面来的，啊，夜夜想，各有84000随行好。啊，叫无量寿佛有84000相。啊，那么佛有多少呢？一夜光中出36000亿佛。每一个佛都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相好。啊，都具足84000相。每一个相都有84000随行好，啊，每一尊诸佛又放8000光明，啊，光所现佛，佛又放光，啊，这化佛放光，啊，又放8000光明。那么细心去观察，画这么多佛，这佛在做什么？普为设法，说为妙法。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，千万不能随便看过。啊，为什么佛的世界有那么好？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行？这一句话提醒我们，佛的世界无量无边诸佛讲经说法没中断，他们的大法就像我们地球上，我们用网络、用卫星播放出去，全球都能收看。啊，他们不需要这个科学工具，自自然然遍满十方，有缘的人都能看到，都能听到。啊，我们看不到听不到，烦恼把我们的六根能量障碍住了。啊，放下烦恼，我们的天眼天耳恢复了，就能看见，就能听见。啊，那什么人呢？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初心为菩萨，他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天耳他能听得见，天眼他看得见。那为什么小乘看不见、听不见？小乘心量太小。与诸佛不相应，菩萨能听见。啊，所以在大乘里面，初心位的菩萨就有这个能力，就听得见，就看得见。啊，大小完全说心量啊，心量大，这大乘啊。
心量小叫小乘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多少人，我们所接触到的，都感觉世界动乱，都感到非常忧虑。啊，常常我听到人来的时候，用什么方法救？这一句不就方法了吗？啊，昨天还有朋友在此地谈的这个问题，怎么就很简单？啊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，不要讲得太深，浅浅的。啊，能够把五伦讲清楚，五常讲清楚，四维讲清楚，八德讲清楚。啊，群书之要三六零讲清楚。每个宗教都依照经典编一个小册子，三六零，像群书之要讲三六零，啊，佛经编个三六零，啊，圣经编个三六零，古兰经编个三六零，每一个宗教都有三六零，天天在电台上讲，24小时不中断，我深深相信，不到一年天下太平。啊，诸佛刹土里为什么这么好？就天天讲经啊。这佛说得很清楚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每个人心想都好，这世界样样都多好啊。啊，这个东西被科学家证明了，科学家呢今天提出。一心空无，一心空无跟佛法讲的境随心转是一个意思啊。外面环境跟谁转了，听谁的话了，听念头，念头就是心，念头好通通变好了，念头不好全变坏了啊。今天问题在哪里？人心坏了，人心为什么坏了？没人教啊！啊，没有圣贤人教，没有佛菩萨教，没有宗教神圣的教，随便坏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如果真正能提倡，真正能尊重宗教教育，尊重圣贤教育，不难。啊，不相信你就试一年，啊，真正试试看，做试验，啊，一年，每个教都教，啊，每一个宗教基本的教义全是讲伦理、讲道德、讲因果，啊，没有一个宗教不如是啊。大家对于这三桩事情看得这么重啊，他一定有道理。啊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疏忽掉了，社会就出问题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，就看得非常重要。普为设方，设微妙法。啊，什么是微妙法？伦理是微妙法，道德是微妙法，因果是微妙法。圣贤教导我们破迷开悟的方法，全是微妙法。你要真懂得，你要真干。
啊，名额多少就落实多少，就干多少。啊，为什么？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把圣贤教诲啊，真正的做试验，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证明它是好东西，真东西；在工作里头证明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证明，真的，真好东西。啊，这些企业家把它用在他的公司，用在他的工厂，他的员工，大家都学，真的好处。啊，用在个人，那就是方先生所说的，你个人呢？生活在最高的享受啊！老师教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我把它用在生活上，62年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确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用在家庭。这个家庭是幸福美满，用在事业，事业是辉煌成就。用在社会，社会和谐；用在国家，国家富强。啊，用在全世界，这个世界和平。管用啊！管用的东西要天天讲，讲不能中断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迷得太深了？我们对这个不容易接受。啊，天天讲，常常听，听得耳熟了，它自然起作用。啊，听到耳熟了，这么多人在讲，天天讲，我试试看吧。哎，一试。他就得利益，就得好处，甜头就尝到了，他能不干吗？尝到甜头，欲罢不能啊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天天讲，从来没有间断。啊，诸佛菩萨的化身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。啊，我能化无量无边身。啊，光中化佛了，全是这个人化变化的。佛如实变化，个个都如实变化。啊，帮助十方世界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叫大慈大悲呀，妙不可言呐！啊，底下这一课，案例正道。啊，这是这成就啊！说法之后，把每一个众生都给他安立在正道上。啊，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，多妙啊！啊，念老的注解是：由此。法以殊胜，这都不讲怎么行呢？不需要干别的事情，
干别的事情，操心。扰乱。诸佛菩萨就干一桩事情，讲经教学，其他的他才不干了。你叫他办个学校，他不干，那个太麻烦了，要管人，要管事，要管钱，三不管都自在，不找麻烦的。不找麻烦，建大功立大业。走到哪里讲到哪里。不管人多人少。自己没有明文力量。有些人听众少了就不干了。我见过，也是我的老好朋友啊。讲经的法师，我们在台湾认识，讲得好，讲得不错，我常常听他讲经。在台湾讲经，大概总有200-300人听众。美国沈家珍居士请他去。沈家珍在台湾旅游，听到他讲经，很欢喜，很赞叹，邀请到美国。常住在那边，给他建一个寺庙，欢喜啊，把台湾东西处理得干干净净，到美国去。在美国开讲的那一天，人多啊，多少人呢？大概50几个人，人都赞叹法师，你的法缘殊胜，今天来这么多人呢。他这一打听，平常讲经3个5个，这个受不了了，不知道美国这状况啊，上当了，离开美国了，台湾那边丢掉了。那寺庙他辞职了，他回去不行了，不好意思了。以后住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不错，新加坡讲经听众还可以到500-600人。但是也不是天天讲。一年开几次讲经的法会，还不错。以后我住在新加坡，他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听。那么我从美国也到新加坡来了。他很佩服我，在美国能住10几年。我就告诉他，我不在乎听众啊，1个2个我也欢喜啊，10个8个也不错啊。我没有这个障碍啊。也许他的障碍，他是大法师，他要大我10岁。讲经有名的法师，我们这个不出名。刚出茅庐，对这个无所谓，不在乎听众。那么我在美国讲经是连续的，因为我不在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讲一个星期，那个地方就安排好了，下个星期到那边去讲。不住在一个地方。这个不一样，一个地方天天讲经没人听。一个地方是什么呢？我在圣何西讲经，每一个星期2天，
星期六的晚上，星期天的晚上，啊，他只有这个时候有时间，别的时间没时间。啊，所以白天让他去打扫大家环境。啊，那个是很累的事情，晚上来听经，一个星期两次。啊，天天讲没人听，那不怎么办呢？日子怎么过？自己讲自己听。啊，我买了一个录音机，不出去讲经，就在自己家里头，把录音机打开，我对他讲2个小时，讲完之后，我再打开，我来听2个小时。好啊。啊，那个时候不知道啊，现在知道啊。还有很多无形的众生，肉眼看不见的，他们也在听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现在知道，名扬两利呀。啊，讲经不能中断，是李老师教给我的。啊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古时候唱歌的，啊，曲不离口，多半是指什么？指唱戏的。唱戏天天要练的，早晨很早，天还没亮起来，吊嗓子，要练。啊，3个月不练，他就不能唱了。啊，打拳的，天天要练拳。讲经也如是啊，不能停啊，天天要讲啊，越讲越好。啊，讲经是劝别人，实际是劝自己。啊，提升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讲经。啊，讲经造的罪业不灭自然就灭掉了。那为什么天天讲就是天天忏悔，就是消业障。天天讲，天天发现新的东西，以前没讲到的。新东西，那就是开智慧。啊，不管有没有人听，讲经可不能中断。啊，李老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我相信，我想说是很有道理。所以在台中，我讲经没到场。找同学家里，啊，每个星期天我到你家讲去，每个星期二我到他家讲去，所以我讲就不中断，听众2、3个，3、5个，这才能练得成功啊！你要认为这个我不去，什么地方请你下去？不怕辛苦，啊，天天认真准备，啊，认真的干，啊，我在台中接受讲经训练，是要写讲稿的。我入他的班是最后一个进去的，他们排名先后是按顺序的，我是排在最后。
啊，最后要两年，那个年底才能回到。我在台中只住了一年三个月，所以没有排到我的名字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个方法。富江老师的经一个星期一次，星期四。地点在台中联社。我们这一个小组七个人，七个都是学讲经的。我在那个地方那是出家了，回到台中学楞严经。这部大经他们很客气，同学客气，要我讲，从头讲到圆满。这样的佛讲，星期三老师讲，星期四我佛讲。所以这部经，老师从头到尾讲一遍，我也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我们同学听了都很欢喜。所以这个经就有把握了。那个时候，香港同学请我讲楞严。好像我在台湾已经讲过两遍至三遍，驾轻就熟。白天我有时间，他们陪我去玩，去观光旅游。晚上回来讲经，讲了四个月，四个月只讲了一半，没讲完，因为这四个月前面两个月要用广东话翻译，后面两个月他们就很厉害了，我讲话他能听得懂，后面两个月要求我法师，后头两个月不要翻译，我们能听懂。他们讲话我也能听懂，我们各说各的都懂。所以这个东西自己得想办法，有毅力，有决心，有善巧方便。把自己培养成我是一个非常艰难辛苦出这个环境的，因为居无定所在台中是没有问题同学家居住都不远，走路十几分钟就到了。在国外就不行了。国外居住的时候都是距离很远，都要开车，那就很不方便了。香港这个都市工作非常繁忙，也不可能每天来听经。他们听经的兴趣不高。所以网络卫星这个方法非常好听众都看不见，而且真有遍及全世界几十年没中断。我们用网络大概20年，用卫星11年，这个起很大的作用。所以我们这一点成就得力于真正相信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，
常识熏修。我是用这个方法，但是一门是一部经，一部经学完了学第二部经，而不是一部经学到底。一部经学到底就没有这个缘，人家听经听一遍不想听第二遍，那这就没法子了。可是真正效果是一生呢学一部经，那个要有很坚强的毅力，不改变。我用10年时间，把这部经一遍一遍的来复讲，讲上10年。就变成世界权威，而且呢，一部经通了，确实能通一切经。虽然通一切经，要是为度众生来着想的话呢，还是坚持一部经。为什么？做榜样给他看。他相信学习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佛教才会有前途这样的学法的人会得定，会开悟这一步学完了学另外一步，再学完了又学另外一步，我是走的这个路子所以讲了经论呢，讲了几十部。晚年想想，帮助众生，让众生看到一个样子，生起信心，所以其他的经论不讲了，专讲《无量寿经》回集本。而且呢，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这是第三遍，我住在这个世界，住一年就讲一遍，住2年就讲2遍，不讲别的了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要把古人这2句话做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让大家对古德的智慧、古德的理念与方法产生信心。不做出个样子，他不相信。决定不能好高骛远，决定不能贪多。古人说贪多嚼不烂，囫囵吞枣。不能有大成就，真正有大圣大贤，大成就一定是心专注在一门上，才有这么大的成就。一定要以开悟为自己的修学目标，开悟一定要修定，用什么方法？用研究经教的方法来修定，这个对于知识分子是非常有利的。知识分子喜欢经典，但是就是一样，不能多，不能杂。那么学注解也只学一个人的，跟一个老师。搞几样注解的时候，你会搞乱。每一个老师看法想法不一样，
讲法不相同，啊，不要去比较，就是一个人。啊，先搞清楚，搞明白，啊，然后真的跟一个老师一门深入。啊，念老的注解是脊柱。啊，确实不是他自己意思。啊，他是属于讳疾。啊，在这个年代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应。啊，其七。啊，又能其理。离机双齐，这就是好方法。啊，这个殊胜的利益是帮助各国众生，帮助他们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。念老下头给我们说，以上身显世事无碍，重重无尽，不可思议的法界。啊，佛界终点，这是讲极乐世界的莲花，从佛心生。啊，要知道，佛心就是自己的真心。佛用真心，佛没有妄心。我们有种真心，但是没用，真心不起作用，妄心起作用。啊，妄心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本体。就是自信。那为什么称他阿赖耶？这一部分自信迷了，好像我们人的身体有一块地方麻木了，局部麻木，它不是全体，麻木了。那我们就是麻木的这一块。那觉悟了的那些佛菩萨呢，那是没有麻木的部分。我们只是在麻木这一块。啊，麻木了不知道痛痒。迷惑了。这叫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的迷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七识。第六根啊，不是第七根第八，互为体用。第七是体，第八就是用；第八是体，第七就是用。它互为体用。啊，那我们知道第七是染物，啊，第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？这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它有四大烦恼，常相随，四大烦恼构成了摩那识。啊，第一个是我执，执着身生活，啊，执着是他。除执着之外，从执着这个。没有我的执着有个我，啊，就是执着阿赖耶的相分里头的一分。所有一切现象全是阿赖耶相分，啊，执着阿赖耶相分这么一个相，认为是自己，坚固执着，啊，跟着执着起的我爱贪，这就是贪烦恼。我慢就是嗔，
傲慢，我痴愚痴，你看贪嗔痴，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，从哪里来的？什么时候有莫那就有他，他就是莫那，莫那就是他，所以叫根本烦恼，与生俱来，这个不是学的。他究竟是什么呢？跟你讲，究竟就是戒定慧。啊，它的反面，贪的反面是戒，嗔的反面是定，痴的反面是慧。啊，就是戒定慧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觉悟了，莫那时就变成戒定慧了，迷了。自性里面的戒定慧就变成贪嗔痴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！戒定慧、贪嗔痴是一不是二啊，迷悟不同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啥？破迷开悟啊！这个东西要紧啊！破迷开悟是最好的方法，像我们现在啊，知识分子。天天的打开经典来讨论分享，这个最有利益。那我们大彻大悟不行，叫我们真正法，理论上都知道，这就是放不下嘛。啊，大乘经教上讲的都清楚，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，我们放不下了。啊，放下尘沙烦恼就是菩萨，放下无明烦恼就成佛了，就这么简单的。啊，古人比喻说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那个屠刀是什么？贪嗔痴。啊，贪嗔痴完全违背了心得，啊，让我们自性里面的功德一样都吐不出来，功德都变成造罪罪业。啊，所以他比屠刀还可怕。啊，古人把它比成屠刀是有道理。屠刀是造罪业的工具，那么贪嗔痴就是所有一切罪业的时候都离不开它。啊，真正明白之后才慢慢学。啊，这就真做功夫啊，修行啊。啊，顺境不贪，逆境不嗔恚。啊，对于一切顺逆境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那就是不痴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真修行。啊，方法什么方法都行，这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哎，只要你用的对了，啊，就是境界现前，啊，称心如意的。不谈啊，逆境现前啊，对我非常不利的，有是重大伤害的，不嗔恚啊，因果清清楚楚，这叫真修行啊！啊，诸佛菩萨慈悲，他愿意给我们作伴。我们今天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我们的伴侣，时时刻刻不离开。啊，他大力地在协助，全心全意在协助我们，帮我们破迷开悟。迷破了，悟开了，就离苦得乐了。
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与这个世界富贵贫贱不相干，跟咸鱼不消也不相干，真正的大自在。所以我们饭一天不吃没关系，就是一天不学经教啊，这一天白过了。我们受不了啊！不吃饭不睡觉没关系，你真正切入境界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台中跟李老师学讲经，常常一夜到天亮，不知不觉好像时间很短，怎么？天亮了，把睡觉忘掉了。真正是法喜充满。那时候年轻，遇到困难，查资料，资料也看不懂。讲不下去了，就把经本合起来拜佛。拜上三五百拜呢，意思就出来了，像泉水往外涌，拉着比写都来不及。有感应。所以这桩事情可不能着急，也不能懈怠。不急不缓，心定下来，首先对它产生兴趣，知道它的好处，才真正肯发心搞这样东西。将来的出路有很多人想，我学这个对将来有什么用处？往这上一想就有杂念。有没有用处不管它。一昧的深入。只要有法喜就好。法喜。让我们提取精神呢，一部经里头有一切经呢，一切经里头有这一部经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他通的所以他从佛心生，极乐世界的莲花从佛心生。那么众生的心是缘，因是阿弥陀佛的心。那我们的心是缘，我们心心向往生极乐世界。切不好吃就长一个莲花出来。这个莲花的体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愿心。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缘，因缘和合，果就现前。我们如果退心了，不想学这个法门，学别的，改学别的法门。这个话就枯了，枯萎了。
啊，完全改变了，这花就消失了，就没有了。那么莲池里头像这种情形我想也很多，你看很多发心念佛的到后来不能往生，切宝池的话，他们那些人的话都卸掉了啊，在极乐世界看到这种情形，有生有灭的，有变化的，只有七宝池的莲花，其他的都没有，其他都是不生不灭，都是永远常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其他的不是，他没有这个干扰。啊，七宝池的莲花是受十方世界往生众生的他们那个念力。有没有？有，它就会长生长；没有，它就枯掉了，就卸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有强烈的愿望，求生净土。这个世界，一切统统放下，包括身体，都要放下。啊，身体在这个世间随缘，不要刻意去保养它。啊，刻意求健康反而不健康，你通通放下了，真正健康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相信，念力不可思议。啊，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提出。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，能改变我们物质。啊，物质最贴近的就是身体，念力可以改正我们身体。啊，那念力最好的念力就是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这个念力来改造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就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像极乐世界的人一样。我们要努力啊，做出来给大家看的。啊，我听说有同学身体不好，以后专门念佛，万缘放下。现在身体像年轻人一样，我相信。啊，理上讲得通，他真干。他真放下了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什么都不求了，身体反而非常强壮。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业障小了，他的烦恼少了，他智慧显现了。啊，道德提升了，啊，能量在现前起作用，啊，这是我们。一定要认识清楚的。啊，这里的文写得非常好。啊，莲花放光，光现度佛，佛又放光，说法度僧，身现重重无尽，又应着眼。如是境界，非仅示现妙相而已，而是具有无边妙用。啊，无边妙用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微妙法，安利众生于佛正道，正是真舍之力。啊，它有实际上的用途啊！
啊，不是在那里表演的，啊，真有用处啊。故知此界真实智慧之所开显，习是真实之际无为发生。这些我们要学会，要用在我们今天环境上。啊，那就是我们利用卫星电视啊，网际网络，用这个来传递。啊，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，微博、微信，啊，听说更容易、更方便。啊，我们每天讲的这个东西，如果有同学，啊，我们每天这一集2个小时。啊，能不能把它浓缩成半个小时？啊，放在这上传播，啊，大家看的就更欢喜。啊，那么这些启示都从经典上来的。啊，我们要认真好好的去做。我们做好了，别的宗教看到了，大家都做。啊，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互相学习。啊，我们的同学非常发现，非常难得。我在这2年，很想应《古兰经》。啊，送给我们伊斯兰的朋友，我伊斯兰的朋友很多。啊，那么中文的译本，古兰译本有十几种，差不多我都看过。我还是喜欢王金斋的本子。啊，这个老先生是民国初年人。啊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好的基础，有很深刻的认知。啊，那么他翻的文字，浅显的文言文。啊，我自己这一本是新加坡回教长老哈比哈山送给我的。啊，但是这个本子里面的字有一部分比较模糊，能看得清楚，比较吃力，不好做引用的底本。啊，所以我就求，希望有印刷很清楚的本子。啊，居然我们有同学找到了，而且大家发信告诉我，现在也印了3万本，我都吓一跳。我本来想印1万本，哎呀，没有想到他们印3万本。啊，那么头一个，我们供养中国伊斯兰教。啊，在的对象呢是南洋的伊斯兰教，那这我认识的很多。啊，送给他们。啊，伊斯兰教在现在的社会，他们很团结。啊，他们很多人伊斯兰经都能背诵，用的是阿拉伯文。啊，意思呢
不清楚，只是会念，像我们念咒一样。这个话是瓦西德长老告诉我的。啊，瓦西德曾经做过印尼的总统，啊，跟我是好朋友。他在世的时候，每年我都会到印尼去看他几次。啊，我记得我们最勤快的一年呢，好像是哪一年？我到印尼去过六次，就是两个月去一次。啊，我们非常投缘。啊，他的往生对伊斯兰教是很大的损失。啊，那么这些地方呢，我们把中文本送过去，一方面他们可以学中文，一方面又学他们的经典。啊，中国文字能够有相当的基础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有很大帮助。啊，那么佛教的经典全是用汉字文言文写的，啊，是用最浅显的文言文，在中国文字学里称为变文，变化的变。啊，用我们再说白一点，就当时的白话文。啊，我们能看得懂。啊，比中国的古文要浅白很多。啊，念老这一段的注解说得非常好。我们再看幕后一段，会疏曰：凡西方净土以莲华为佛事，故一名莲华藏世界。这个里头含义很深，我们细心就观察莲花，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。那污泥代表六道轮回，泥的上面是清水，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花开在水上面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染净两边都放下了。啊，我们把净代表善，把染代表恶，善恶都放下了。这个意思好啊。啊，听到莲这个字，看到莲花这个样子，就想到我要超出染净，超出十法界，超出十法界，上面就叫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才是我们真正理想的修学环境。啊，那就是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。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叫华藏世界。啊，一般修其他法门的，真正修成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都到华藏世界去。那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，不是二。
华藏世界的教主是卢舍那佛报身佛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那里教，方便不相同啊。华藏世界是断烦恼往生的，极乐世界是带着烦恼去往生的，不一样啊。所以极乐世界容易去，华藏世界门槛很高，不容易去。那去到那里之后，才晓得原来是一回事情。啊，又何况《华严经》上幕后说，文殊普贤常常带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啊，所以过去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，有人问我华藏跟极乐是什么关系。啊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他，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这个城市，极乐世界呢好比是乌节路，新加坡最后繁华的一条街道。那他们听了明白了。啊，极乐是华界最好的一个地区，没有离开华藏。啊，会修的人无论修什么法门，各种不同的宗教都能够到华藏世界，都能到极乐世界。那法门并不重要，对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非常重要。啊，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了。啊，小本观经深说之，讲的很多。啊，精经这是指为一本，也以此借一真庄严，用这一句话来总结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当知上住庄严中，亦可由此不思议事。念老底下说，这个意思说得很对。前注品中也都显示，但应了知，极乐具体是世事无碍、不可思议法界。用这个来做总结，《华严经》上世事无碍、不可思议的法界，用这个来总结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，无比的幸运。那这个法门绝对不是很容易遇到的，那是非常难遇到，遇到之后往往你不相信，你说这是神话。啊，这不是事实，当面错过，啊，那就真可惜了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佛没有妄语，佛不会欺骗人。啊，佛说的话句句都真实。啊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缘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